方，我们太过活泼坐不住，对不对？那您知道吗？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糖源有三样，宝贝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最经常看到的是什么糖？什么糖？贡糖。贡糖吗？恐龙。哎，宝贝，最经常看到的是什么呢？蔗糖，对不对？对，甘蔗做出来的蔗糖。然后第二种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嗡嗡嗡是什么糖？知道吗？我们一起来做工。蜂蜜，对。然后第三个最古老的糖源呢，就是我们甜甜的麦芽糖。哈 ，OK， 来，妈妈，你刚有吃到麦芽糖了，对不对？有。来采访一下，会点哑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，来，宝贝这边有点温度，要小心哈、哦。然后喊一喊，它就不见了哈、哦。有没有人吃出它有一个特殊的香气？哦，因为柴烧的原因，好、哦，来，爸爸刚你刚有提到，我有听到三个字，来大声分享出来。没错，恭喜你答对了。那有甜甜的地瓜味，香香的地瓜味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叫做什么？糯米。这边好，来观察一下哈、哦。我们煮一次麦芽糖要十几个小时，但最后面那些都延展在上面。那其实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呢？人工经验去判断含水量的多少，大概会说到10到15%左右的时候就。可是木头的火是橘红色的，因为它是属于什么？不完全燃烧。那木头的火呀、啊，对，你们发现一下，观察一下，它一直在跳 tango， 它没有固定的燃点。你没发现，所以在整个十几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啊，麦芽糖会混入无数的空气，所以你们要仔细观察一下哦。竹博院的柴烧麦芽糖啊，会有什么呢？密密麻麻的气泡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柴烧的一个认证点。好、哦，简单。报告，首先，麦芽糖的六大制成，还有今天的重头戏 DIY 五个步骤，动作麦芽糕不会硬化，所以你要做造型糖，必须加入红冰糖。融化以后再加入麦芽糕，也就是在这个锅子两个小时前，我已经先帮各位融合在这里了。它的温度高达140度，请问可不可以摸？不能，它会烫你手。直接3度烫伤哦。是有多厉害？来比对一下，你会想吃哪一个？当这个啊，酱汁多又好吃。我来选，不要选。不要，你不要选，不可以，你又不专业。一个上就这样度过。